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又到我们一个礼拜一起来这边敬拜我们主耶稣的礼拜天了。我们应该用很开心的心情，用欢喜的灵、开心的心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我要全心赞美》。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手，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主，让我们全身都启动起来，来赞美我们的主。
刻向下推。Yeah.